今天我又收到了一个货物，我来推它吧，耶！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推！爸爸已经帮我们割好了，我们来开吧。这叫做什么开箱？这叫做宠物开箱。猫咪开箱是不是？换我喽！等一下来布我的哈。你和赵伟。对啊，谁要推你？你，我不要推你。嗯。刚才他推了我。那我来一个好笑的。等一下骗我有彩蛋哦，拜拜。我不要掰。好吧，再来一次。我到这里也好了。我不想拍了。